欢迎收看《电玩宅速配》，我是主持人平玉。韩国一直都是高品质的游戏输出大国，先前呢又推出过像是《剑灵》等等的火红游戏大作。那今天要来介绍大家一款全新进化的韩国线上游戏作品，一起来瞧瞧吧。今天要介绍的《Bless Unleash》是由 Run A 所研发，也就是当初的 Bless 在经过强化后于 Xbox One 平台独占推出的作品。本作强调具备大量的原创剧情和庞大的任务内容。游戏的故事讲述从灾难中逐渐复苏的大陆再度被另一个次元的恶魔所觊觎，玩家必须在神的庇护下挺身而出，守护着饱受摧残的世界。游戏有四个种族与五种特色鲜明的职业可让玩家选择，与好友一同共斗挑战强大的 BOSS， 或是通过团队部分都是游戏的乐趣之一。游戏采用基本免费道具收费制，预定明年1月15日到19日展开封测，并希望明年上半年在 Steam 平台正式上市。有兴趣的玩家们可以好好期待一下喽。